举的动作，主要你启动的部分是在你的髋，而不是在你的脚。日籍教练示范训练动作的重点，一旁认真学习的都是花莲县内培训的精英田径选手。So this one a little wobbly, so make sure you step.慈济大学跟花莲田径协会合作，办理花莲从国小到高中的精英选手暑期集训，由慈大提供完善的重训场地与田径场，也争取将精英留在花莲的机会。他们可以多认识慈济大学，然后呢，未来呢，在他们职涯发展上，我们可以把他们留在东部，好好的栽培他们，好，然后让他们可以在花莲啊向全世界发展。技术方面有一些细节，就是动作的细节，我都还没有去做到很完整的。集合很多的教练的智慧，也许不是我的专业，他可能是他的专业，一直整合起来，可能就很容易调教出更好的选手。不怕辛苦，认真练习，选手们要争取下一次在田径场上更好的成绩。大爱新闻练智龙谢云山邓明仪花莲报道。